就是 a 这个是 a2加1啊，所以本来是没有东西啊，你当然也可以把它重新删掉啊。假如说我要等于上面这一天再加一天，打个勾啊，它会产生。可是向下拉，它变成就同一个月份的显示，但不同月份不要显示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多做一个逻辑判断。那逻辑判断之前，也许可以把 a2 加一先减下，好，然后你就插入一个逻辑判断。哎，逻辑前面讲过，逻辑用 if 什么？如果它上面的那个月份跟现在要产生那个月份，如果是不同的话，那就不要有那个日期产生啊。如果是相同才产生，所以这个逻辑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我这边第一个我要先判断月份，所以月份的话，我们刚刚有一个函数叫 month，那你可以先把 month 先输入啦。我的习惯是直接打，因为这个应该不难记啊，month，或者你也可以从这边插入也可以啦。不过我觉得这样跳来跳去打的话，比较就是连贯性比较 OK。哪一个？这个的月份如果不等于，我习惯不等于的话呢，把它加一天之后，两个如果比一下，所以呢不等于。把 A2 这一天呢，如果再加一天之后，如果加一天之后，这个加一指的是加一天，把那个日期加一天之后呢，判断一下跟他目前的月份是不是不同个月份？如果不同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就不要有任何东西。反之呢，那就是把什么呢？把 A2 加一输入到这里。因为刚刚把 a2 加一了不过其实这样的逻辑另外你当然如果想说老师，我不习惯用这个叫不等于啦，如果你要用等于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就把等于的话，那就上下颠倒不就好了？只是说因为我们习惯怎么样，如果叙述的话，最好是跟着你的那个逻辑在写，比较不会乱掉，不然的话，你有时候这样你写的跟你的逻辑跑的不同，你会。哪怕是上下位置而已，你就会觉得常常被想半天哦。所以尽量能够你想的跟你写的如果一致的话，那程式是最好理解的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哈。所以我的写的程式就尽量是完全是符合我那个思路，这样走我就这样写。那以后一看我就知道哦，我到底在写什么东西。不然很多人哦，你写的有时候是抄来的。对不对？那边抄一堆，那边抄一堆，这边贴一点，那边贴啊贴，最后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。所以尽量如果哪怕是贴的你要顺着你的逻辑去重新改一下也没关系。可能它是等于，你就把它改成不等于，你就比较哪一种逻辑比较顺，你就改哪一种哦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，因为很多人错哦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错，因为他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写什么。有的他就是贴上去而已，他还真的没有消化过如果是你自己写的，你就很清楚了。OK，所以特别注意这顺便讲一下那个逻辑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的问题我反问他都搞不清楚。不是你是怎么这样写？不知道，我贴的哪里贴的？然后 Google 到的。OK，也有可能的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得到结果，然后按个确定，应该有没有这个同样月份，所以它出现的话。会是 A2 加一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可是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往下拉，拉过头了，应该在这就是到31号到32列，然后2月会不会 OK 呢？放开，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3月1号没问题了，但是3月2号出问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用 month 去抓什么？抓假设啦为什么要出错？因为 month 它去抓它前一个出生格里面的值，可是里面呢没有任何东西，那就会它跟你讲这个井啊，井的话一定是错误讯息，number 的意思，value 的话呢就是你给应该白话文意思说错了，你给我错误的值的意思啦，反正应该可以看得懂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不要让它出现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我前面刚刚讲过。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剪下来，不包含等号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逻辑里面 if else，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井开头都是错误嘛，
错误的话呢，如果发生错误，所以把它贴到 value 里面。如果它发生错误的话，不要显示出来，双引号两个就好，不要显示，这样就对了。OK 哈，按确定，好，把它向下，再向右啦，应该这个就过滤掉了。这个应该我把它称之为过滤啦，我把它不要出现。那其他的话会出现呢？把它拉到 L 栏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后面的话就自动全部略过了。OK， 所以这一招的话还蛮好用。以后如果你的试算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用 if else 把它全部过滤掉啊！你不要让人家看到那边有紧一堆啊，因为我看蛮多人都一直保留着，所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可能你们使用函数的习惯就不好。OK 啊，那第二个的话，如果全部做完之后的话，我如果希望礼拜六跟礼拜天可以给我不同颜色，以加以辨识。可是目前的话，以前如果你当图画类刚的话，你可能礼拜天哦，礼拜天黄色底红色字，然后礼拜六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浅绿色的底，然后呢深绿色的字好了，这样有一个哦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其他怎么办呢？如果要比较快做完哦，比较快做完了哈、哦，那你可能就想说啊，这边有复制格式，点一下的话是只能复制一次，要、啊、点两下，它可以连续复制。对啊，不要这个格式嘛，点两下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，哎，刷子一直存在嘛，但你就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要刷52周，对哈、哦？那有快吗？好像没有比较快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可以哈、哦、一次全部做完的话，那提示啦有两个方法：一，设定格式化条件，给他一个规则。这个规则就是说，如果他是礼拜六或礼拜天，就帮我改成那个格式，啊、哦。这是方法一，方法二的话用 VBA。那 VBA 我们有讲过嘛？你可以把这个整个范围全部跑过一遍，然后抓它里面是不是礼拜六，给它底色，给它字的颜色。好像这前面有讲过，底色跟颜色，那你就把它跑一遍，全部就 OK 了。两个方法哦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啊。那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，就是也许用设定格式化条件。哦，也许用 VBA 啦，哈、哦，不过至少你要会一种。那用 VBA 的好处就是将来你可以再延伸的部分比较多。